这到底是谁？我们有内线吗？队长，啊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哪有什么可疑的人？尚云霄掌握着重要信息，这个人只能抓，不能杀。小姐，能请你跳支舞吗？红色代表警示。你手里拿什么？树叶啊。 这就是我的家，这是我们的家。结婚以后，我们一直住在这里。怎么样？看到家里这些东西，有没有什么印象？怎么，一点印象都没有？ 想起一些了，我想起来一些。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了？我想起来，我们之前在一起都是特别开心，我们还一起打鬼子。哎，对了。 还记得这面镜子吗？这是你最喜欢的镜子，记得吗？这是我在城里给你买的。啊，记得记得，是我最喜欢的。够了！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，为什么要骗我？沈莹，我……看来你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。 孟红，这个镜子是在我们行动之前买给你的，我还没来及送你呢。对不起啊，沈莹，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失望。可咋办啊？你真气死！ 腿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我要是以后永远都想不起来怎么办啊？然后我这样参加你们行动，会不会拖你们后腿啊？哎呀，你也别想太多了。所有人都是为了你，为了你脑子里的入沙，拖累就拖累了呗，能怎么办？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后悔了？后悔什么呀？后悔对我抱有希望，后悔对我好，后悔把我救回来。我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，还拖你们后腿。我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对你也没有用，你当然不用管我了。哎哎，我也非常想想起来，我该吃药也吃药，该配合也配合，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办。好，是我不好，好吧？是我太着急了。 孟虎啊，你想一想，如果换成是你，你能不着急吗？这绑架尚云霄可大可小。
可你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我心里没底儿，你明白吗？那这次还绑不绑架上云霄了？绑，当然得绑了，把他绑回来，让他帮你慢慢想。 王医生来上班了，罗科长。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，我代王医生去医务室。是。王小姐，请。这么快能调来医务室上班，多亏了罗科长帮忙。王小姐客气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们院长让我问你声好。哦，是吗？对。 罗科长人脉如此之广大，真叫人羡慕。要是我自己的话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调出来。王小姐实在是过奖。罗某只是在几方势力之间辗转腾挪，找一条活路罢了。啊，这就是医务室，以后你就在这儿工作。我相信，在这儿，没人再能欺负你。谢谢罗科长费心。行，你先忙，我还有事儿。 一会儿再来看你，队长。今天怎么这么大动静？有事儿进去说。 黄军发来通知，说会有什么刺杀，我正小心点儿。哎，这么小心，那你到底打不打呗？你这不说还好，一说我这手，这样，我先去办个事儿，然后再去找你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得到一个宝贝，得去看看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是什么？枪？站住！干什么的？ 兄弟，走上，这是新来的王医生。王琦，王医生。上队长。以后啊，绕着点走。 神神秘秘的，身边跟着一大帮保镖，像有什么人要杀他似的。王医生，你可别瞎说，小心祸从口出。有这么可怕吗？大家都怕他。你刚才碰到的呀是上队长，他啊在日本人面前很得宠的，只要他随便一句话呀，你随时都能掉脑袋。真有这么可怕？你呀还别不信，在他手里的人可不少呢。 他呀，比阎罗王的很。哎，我看那个罗科长跟他有说有笑的。哎，那是罗科长啊，你换别人试试。他们俩关系特别好，一起打牌，一起吃饭，两个人呀，好的跟亲兄弟似的。难怪。哎，我听说啊，他的行动都听罗科长的安排，他很怕死的。就信任罗科长，每天去哪儿呀，都在罗科长那个本子上排着计划呢。
Masz kofię kiesa? Spasiba. Shangyuxiao 的行踪有眉目啊？不太顺利。什么情况？这个人非常谨慎，他每次出行都备两辆车，坐哪一辆完全是随机的，他的心腹便衣都在另一辆车上。 任何人只要稍微靠近，就会遭到盘问。他这人知道自己作孽太多，怕遭人暗算。我跟了他几天，想要摸清他的行动路线，但完全没有规律。饭店、赌场，甚至是住所，每天都在换。狡兔三窟，真是比善良的狐狸还狡猾。 但想要接近他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偷他的行程表。行程表在哪儿？罗继明身上。罗继明负责他一切的行程安排。但拿到行程表也有难度，因为罗继明随身携带，从不离身。 王琦，这件事只能你去办了，其他人不具备靠近罗景明的条件。我试试。 打扰了，罗科长。您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事儿？您今天晚上有空吗？王医生的意思是，您帮我调动工作，一直都还没有正式的谢谢您。请我吃饭。请你跳舞。罗科长，如果今天晚上不方便，我可以改日再约。不，你总得让我回去。 把这身军装给换了吧。约会，总要有约会的样子。哎，我是老毛子。 这是让你去绑架，又不是让你炸死他。你鼓捣这堆玩意儿干什么呀？你看，这个是烟雾弹，万一脱不了身，不就用它了吗？这个呀，是燃烧弹，想烧了现场，就用这个。这个呀，是照明弹，万一掉落到坑里。 不就用它了吗？你别乌鸦嘴了啊！要是照我说啊，你这堆东西最好一个都用不上。这不就有空吗？欣赏欣赏。哎，
咱们到底什么时候行动啊？他就让咱们这么干等着，也不给个准信儿，都急死我了。我也想知道啊，你去问问呗。我可不敢。王琦跟罗景明也是刚认识不久，想要拿到他贴身的东西，恐怕有难度。你自己做的决定，现在后悔也晚了。也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，还能用什么办法？要么就偷呗，要么呢？要么就色诱呗。不是，我说你能不能正经点儿啊？啊？哎，当然说正经的啊。啊，这真正行动的时候可不能带电话。对，是不能带。让他知道行动的内容，够冒险的了。这万一要是打起来，更是看不住。没错。哎，不过孟红肯跟他分开吗？所以得想个理由把他留在家里面。是啊。哎，他那腿不是还没好吗？我觉得你这腿伤啊，好的还真挺快的，差一点腿可就废了。可不嘛，所以说啊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不过没事，过一段时间啊就全好了，到时候你肯定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哼。哎，对了，山鹰跟你说了行动计划了吗？没有，就说是要等消息。等谁的消息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对了，你说那个尚云霄如果要是知道如沙在哪儿，那小鬼子不就应该知道吗？可是现在小鬼子不知道，那就说明尚云霄也不知道。你说把他绑来还有用吗？那山鹰怎么说的？山鹰就是说把他绑来对咱俩都有好处。对咱俩有好处？嗯。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这样你们俩不就能一起对峙了吗？问他郭杰的事情，反正有你在，他肯定不能撒谎啊。好了，给你换完了，你休息吧。啊。从来没遇到过像你这么好的舞伴，跟王医生跳舞真的是种享受。罗和尚跳的才好呢，让您迁就我，真不好意思。王医生，你今天能主动约我，真是让我受宠若惊。当然应该是我约您啊，要不是您，我还在日本人的医院里受罪呢。别总您您您的，能为王医生效劳，景明不胜荣幸。有您的帮助，王琦也不甚荣幸。进来。啊，老关不在啊。哦，他出去了。哦，那来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呀，哎呀，好久没见你穿裙子了。啊。这种舞我也不会。走吧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好像也不是很难。好，继
今天我就陪你痛快一把。谢谢。这个行动之前啊，你先熟悉一下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感觉？我怎么觉得这把枪特别熟悉呢？当然熟悉了，这是你的枪。我的枪？对啊，这是当初你送给我的。现在我把它还给你。这把枪，你爱护的真好。那是因为你送给我的吗？哎，我当初为什么会送给你呢？啊，哎呀，这个，哎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恍惚觉得，好像你在用它的时候卡弹了，然后你就中了小鬼子的枪。哎呀，没错。那有没有想起点别的什么？没有。好，没事，我不急。哎呀，这个我慢慢来啊。嗯。在孟红的记忆中，虽然多次出现山鹰的身影，但是孟红还是没有完全相信他们的夫妻关系。就这样，无论是对山鹰还是对特战队，都是极具意义的。记不起山鹰是自己的丈夫，却想起山鹰因为自己受伤。孟红感到他对山鹰的内疚又深了一些，但情谊似乎也深了一些。万万没想到，你快舞跳得也这么好。没有啊，我就是现学现卖而已。热死我了！哎，来，敬我们的默契。来，哎呀呀，给你看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我去洗手间洗一下，你先坐。这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？怎么了？
这儿没什么好吃的。你要是想吃东西，我带你去一家好点的餐厅。好啊。走吧。情况就是这样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明天中午12点，贵宾楼，准时行动。明白。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生擒尚女小。 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朝他开枪，都明白了吗？好了，师傅，记住了。孟红，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，行动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老关，放心吧，虽然我的记忆力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但是战斗力早就恢复了。嗯，好。老关的意思是说啊，你打归打，得把自己的脑袋保护好。我们还会保护好你的脑袋。去。队长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不带我参加战斗？ 哦，那个田婉，你呢腿上有伤，我跟老关商量了一下，这次任务你就不参加了，在家里好好养伤啊。我伤已经好了，可以战斗了。这是命令，既然参加了特战队，就要服从命令。那为什么特战队全体出动，单单不带我呢？老关、山鹰，既然田婉自己都觉得没事儿，你们就给他个机会吧。 再说有田婉在，我也比较放心，而且人多相互也有个照应嘛，对吧？我建议，别把田婉一个人留在家里，孟红也别娶了，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好照应吗？我觉得靠谱，不行，我必须要去。孟红去我也要去，你不能去，你说了不算。别吵了，要不然举手表决，最公平。 你不要以为仗着人多，要讲道理。哎呀，好了，行啊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么长时间都没把我当自己人呢。我刚说了句要去，就大呼小叫。好，我可以不去。我去不去是小事，但孟红一定要去。对，我是必须要去的，因为每一次战斗。 都能刺激我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。这说明我需要战斗，我的记忆力也需要战斗。虽然这个任务对我现在的状况来说可能有危险，但是为了能早点想起来，我愿意冒这个风险。你不用担心，就算他们都不保护你，你也会完好无损的回来的。为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孟红的性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对日本人来说更重要。 小鬼子才不管人死活呢！，孟红是在和小鬼子交战时负伤昏迷的吧？对呀。日本人为什么要救孟红呢？他们想从孟红姐这儿得到如山的消息啊。那孟红又是怎么从小鬼子的监狱里逃出来的呢？不是说有个牧师救了你们？你真的以为单凭一个牧师就能把他救出来？当时我们也在采取营救，等于同时也在替你们打了掩护啊。 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吧。当然了，最重要还是因为有你的帮助，要不然我也逃不出来啊。就算把这些原因通通都加上，也没有说到点子上。你就别再卖关子了，痛快点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快点。是小鬼子。小鬼子？小鬼子会这么好心？小鬼子是不会这么好心。 但是如果不让孟红逃出来，如沙不就下落不明了吗？小鬼子的监狱守卫那么森严，他能让孟红逃出来，就是为了找到如沙。让他逃掉，总比死了强吧。所以，在小鬼子拿到如沙之前，是不会也不敢伤害孟红的。天晚分析的有道理。 好了，你们继续战斗了，我呢就收拾包袱走人了。哎，田婉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。老关，田婉，留下吧，一起参加行动。下面我重新的布置一下行动中每个人的任务。杨子精准的分析。
在老关和山鹰听来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调，他们一直清楚，能把孟红和田婉一道从鬼子的监狱里救出来，这本身就很蹊跷，而最蹊跷的就是这个与孟红寸步不离的田婉。可当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一定是日本人故意放走孟红时，特战队对田婉是敌还是友的判断似乎更艰难了。孟红感到他对山鹰的内疚又深了一些，但情谊似乎也深了一些。中午还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下午要来一批药，我得在这儿等着。嗨，有那么多护士在呢，啊，还要你动手啊？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外边冷，把衣服披上。来，谢谢。走吧。小姐，李明啊，嗯，这我看你们俩关系可不一般啊。嗨，普通朋友。没想到你小子这眼光真不错，这王小姐可是个美人啊。行了，老尚，王小姐都被你吓着了。出发吧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贵宾楼，海鲜。开车。出了什么问题？哎呀，等了半天，我真是饿了。你们说我们在打饭店埋伏，怎么不点餐呢？咱们是出来执行任务的，哪能又吃又喝的呀？不过所有人都在吃饭呢，就我们一桌这样。确实有点可疑，就是嘛。服务员，点餐。今天你们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随便点，我请客。哎，老尚，嗯，对于中午饭，我有个新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你看啊，这汇宾楼我们天天吃，就那么几道菜，早就腻了。要不，咱们换个花样。老子还就好那儿那一口，这口味是可以变的。你说吧，吃什么呀？我听说这老毛子新开了一家西餐厅，味道还不错。要不咱们中午啊就去吃西餐。西餐？这有什么好吃的？行吧，那今儿就依你，开顿洋荤。王小姐，你不介意吧？西餐，来，走了，定好了，咱今儿就吃西餐。走，红石西餐厅。情报。
应该不会吧？怎么了？我特别难受。我说你开门点行不行？没看见王小姐难受啊？是，一会儿就到了啊。关系发展的也啊太快了，这都怎么可能？真是没看出来啊，你小子这对女人比我还厉害。不行，我还是想去看看啊。好多了，你这是晕车了，吐出来就好了。走吧。神医，看来真出问题了。你带着孟红先撤，我得走。你注意安全。快点哥，我在过来的路上遇到王姐姐了。什么情况？行动地点变了，改到红石西餐厅了。什么？时间来不及了，走。我忍心。咋的不准进呢？有没有写停业的牌子？今天就不营业。觉得有点不太舒服。没事，一会儿吃点东西就好。对，吃点东西就好。哎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菜怎么还不上啊？来瓶酒啊。上，好饭不怕晚。再等等啊。饿死老子了。
守的这么严，尚云霄应该就在里面。我们那么多人，很难进去。来时的路，我依然等着你。